六项保证哦，是这个原来本来是雷根政府时代的保证，那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连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政府啊都会提到这个，那显然表示说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有进一步的这种这个保证，好，就把它已经明文化。那这个台美这个交往准则哈，那这个川普时期他全面的修正这个美台关系嘛，那其实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说，拜登其实有意做一些这个稍微这个做一点修正或管控哈，那这个可能是希望就是说在美中之间的冲突不要这个过于这个太过升高，但是美方仍然是肯定台湾了。那像这个新任的这个国务卿哦，Blinken，他曾经在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说，他要重新检视这个蓬佩奥的这些决定哦。那因为他那时候放宽这些这个规定，可是说有一点让国务院无所适从。那到底是哪些项目我可以参加，哪些项目我不能参加？你会踩到红线等等。所以他最后呢，就以明文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情况什么可以做，你什么地方可以参加等等。但是像国庆酒会等等这些东西，你还是不能够参加。这些就是说他有讲得很明显很清楚，就是哪一些这个活动我不能够这个参与哦，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这其实在这个放宽的部分呢，其实已经这个有助台美后有制度，而且更这个开放的这种交流与互动，然后也反映了台美之间的这个紧密合作升级。可是这个军事的部分呢，诚如刚刚这个杨尚教授提的哈，就是说在海巡署的部分哈是比较不敏感的。那这个海巡的合作，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个当年哈这个两岸关系比较这个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金厦的这个联合这个演习，也是以海巡署的角度去参与。所以海巡署它其实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就是说我这个尽量这个减少这些这个敏感的敏这些感活的。动，对，就是有就是这种它是用行政这个机关，它不是军事单位的这种活动。事实上，台美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刚刚杨 Sir 也提到，就是它军事交流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像包括接见啊等等这些，其实因为这些活动一直都在进行中嘛。那包括台美之间有一个固定的交流跟高层的这个互动，像包括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然后以前有这个副部长的这个二轨交流等等哈。那这个未来呢，能不能升级成这个？我觉得这种像参与汉矿演习其实也有，只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台面化。那未来能不能参加像 RIMPAC 这种演习，我觉得是还有待观察。那当然海巡署协定，我觉得它是一种方式，它是比较不敏感，那也是一个这种试金石。